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。好，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欢迎支持大家好。咱即马倒转来第三段，又按甲咱吴冠老师共同过来讲起讲，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八月十五日本投降，啊，伫个这个前后遐为世界各国，咱拄只咧讲着讲到这个这个苏联甲德国吼，啊，为着因两个底底烧钱，结果入伫个中央啊，这个波兰吼，就这么衰，敢若咱台湾伊个命运，甲咱台湾敢若另外要共吼。有感觉无？咱较无一只，咱是一个海，隔一个海。啊，隔一个海，中只都无差哩。因咧较直接。看什么阵啦？因咧较直接，因咧个围条线咧啊嘛，国界围条线咧，所以较直接受害对啊。嗯。哦，啊，即摆讲即个，战争在欧洲战争安尼发生啊，吼，就是一波兰遐，吼，进攻去，啊，进攻波兰的时阵，对无？嗯。即摆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。假使讲希特勒咧进攻波兰，啊，苏联占领波兰，按来讲，国际的人来点样看？变讲因这两国伊小台啦。嗯，对。变因这两国是台波兰啦。系啊。波兰人上可怜的啊。系啊。啊，变因这两国啦。但是这会安怎来发生历史大战呢？就是英国。嗯。英国看到安尼点哦，英国发兵。嗯。英国发兵进入法国，嗯，进入欧洲，这英国就叫嘛，这倒马啊，进入法国，进入法国要牵制这个，或者德国，嗯，哦，牵制德国，哎，足古怪的这个代志就对啦，嗯，英国是反共的啦，嘿，英国反共的啦，嗯，啊，苏联是共产党啊，嗯，哦，啊，这里希特勒嘛反共的啊，嗯。哦，希特勒以前纳粹哈，纳粹嘛是反共的。纳粹。啊，纳粹嘛是反共啊。而且反共的去拍共产的时阵吼，这个反共的英国的吼，发动反德国啊，进入这个法国的对啦。嗯。哦，进入法国啊，联合法国去要拍德国的对啦。反对德国去侵入这个波兰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即马在反对德国去侵入波兰，即在道义上来讲吼、哦，是一个正义啊，一个正义啊。其实吼、哦，我咧想啦，我咧想啦，哦，我咧想啊，即个英国兵要进入法国，这是一件大事咧。法国就是个，什么人答应让伊入去啊？唔是法国，就是话咱台湾同款，嗯，咱台湾甲中国同款，嗯，所以英国就是咱台湾在海岛嘛，嗯，好，啊，咱台湾的兵要进入大陆，要进入中国去，中国冇入去哦，哦，所以这个英法战争嘛是要发生的啊，英国要为了个共法国啊，哦，冇袂当啊，但是这就讲因为德国去。讲这个就普兰啦吼，都好法国有一个，好英国有一个理由，够大了啦，大了创个安尼，所以英国兵的英军的进入这个欧洲里头啦，进入这个法国，吼、哦，啊就发生这个大事啦，发生这个大事，这是欧洲战争是安尼发生起来，好、哦。啊，这一方面，咱这个东洋这边啦，吼，东洋这边啊，东洋这边是讲叫做卢沟桥事变，对不？卢沟桥事变，1937年发生卢沟桥事变，就是中日战争了，对啦，吼，中日战争了后诶，1938年，过冬年发生啥物代志咧？发生一个无应该发生个战争，日本，咱讲。日本是戆啊，未白相啊咧，去发生这个战争，发生龙猛行。什么叫龙猛行？龙猛行战争。这龙猛行战争，阮是国民校就知影。阮是咱就知影吼。即摆人啊讲龙猛行战争，可能无人知。无人知嘿。发生是蒙古。蒙古。蒙古是日本建立一个叫做满洲帝国。日本甲迄个布宜
插进。满洲帝国敢毋是伫迄落东北，东北？对啊，佮蒙古隔界啊。哦，好好好。哦，你讲来建立一个蒙古帝国，啊，日本就是即个蒙古帝国的建筑者啊，佮保护者就对啦。嗯。所以说，就派300,000军。嗯，就满洲啦，吼，嗯，就满洲帝国那个过满洲啦，系对，叫做关东军啦，叫做关东军，对。啊，只个时阵吼，伫这个蒙古吼，蒙古当然是属于苏联的保华，嗯，苏联保华，啊，伊个国界界界吼，遐有一条吼，就隔条河边啊，有一个所在叫龙王峡，嗯，系龙王峡，龙王峡个时阵吼，只个日军甲苏联军的冲突啦，嗯，就敢那即马中国甲苏联，再加迄个印，迄落毋是，迄落什么印度呀？啊，对对对，哦，安尼伫迄落边界遐，伫遐在摩擦安尼啦。啊，国家遐冲突啦，嗯，好，迄罗马汉战争啊，好，啊，迄个罗马汉战争的时候对吼，啊，是结果咧。阮是国民党个时阵，阮读着啊，我伫学校咧甲阮讲个啊，是日本赢啦，哦，日本赢，啊，即卖检出来讲日本输啦，嗯，日本输啦，嗯，哦，就发生。啊，老公，赢啊输哪会差遮济？啊，都伊，譬如咱讲国民党啊，国民党甲日本相台，都国民党赢啊，嗯，啊，国民党甲咪赢，国民党输啊，哈哈哈哈哈，快了，系啦，快要安怎讲咧？战争输也好，历史也好，大家拢嘛讲伊赢，对啦，啊！是罗马汉战争，事实上日本是输啦，日本大损失啦。嗯。但大损失了，但是日本得到一个什么机会啦？哎。得到一个伊会当去甲苏联谈判的机会啦。哦哦哦。啊，无伊国外，伊是运动在国外，两个小台伊国外。对。啊，得到这个那个苏联谈判的时阵吼，哎，日本的外交大赛，或者马祖时代，我记是上什么啦？马祖什么啦？迄个五十三吼，去甲苏联吼签一个互不侵犯条约。嗯，互不侵犯条约。这个互不侵犯条约，在迄当时日本人个评价足高的啦。嗯。啊，伊即摆来讲的吼，哎，你该死呀！啊，你卖讲我啦，我也卖去打你啦。嘿。你签这个条约，你不能因为签这个条约，就差别啦。嘿。啊，咱即摆就是讲这个破烂这个代志啦。嗯，普遍这个，但是嘛是苏联甲德国签互不侵犯条约。哦，好，签了了气消台，气消台。嗯，伊在苏联来讲哦，我是去侵苏联，诶，侵普遍啊，我无去拍落去德国啊，对吧？嗯，咱互不侵犯啊。嘿，啊，伊德国来讲，嗯，我来占领普遍啊，我甲你苏联嘛互不侵犯啦。嗯，这气消台，这互不侵犯条约。但一般来讲，即国家做国家签互不侵犯条约，都问题造出来对啦。嗯。哦，啊，当然是啦，是，但是日本吼，嘛是因为安尼得到会当甲苏联，哦，在日本的想法啦，吼。嗯。在日本的想法，我若甲苏联签互不侵犯条约了后，嗯，我的北方吼，北方啊，都无后顾之忧啦。嗯。我就没法入北方啊。嗯。哦，我就会当转力。向东南亚，好，向南方，去进去开发啦，啊，所以伊就转得去对中国啊，啊，对中国一起来吼。啊，事实上，日本会进入中国，中国事实中国迄当时点哦，是属于即个叫做欧洲欧美哈，诶，半殖民地啦。哦，就是讲，伊迄是中国所有的利益拢是属于即个欧美的啦。啊，日本进入遐，吼，会当摕到的，是欲对欧美的利益甲摕来就对啦。嗯。甲欧美抢利益就对啦。嗯。哦，即阵时欧美就无爽快啦。当时日本吼，伊就安尼，伊国力一直强起来时吼，诶，印度甲太平洋战争的从第一大的代志，就是叫做裁军会议啦。嗯，裁军啦。嗯，迄阵啊，日本什么叫裁军会议？裁军啊。哦，裁军会议。裁军啊，裁军啊。裁军啊，啊，裁军会议啊。嗯。啊，就是讲欧美招日本裁军啦。嘿。
因为日本一直火，做海军船，什么？伊在用起来，船什么中国啊，什么什么中国，伊做船舱啊，建造海军厅，啊后面看了，哦，哇，真个用劲，哦，你一直用起来，用劲，未使，日本你未使，哦，就日本海军啦。嗯。就日本海军的时阵，那海军会议后面提出来的理由是，嗯，哦，哎，说五三啦，嗯，五三是讲，迄个美国会使五。一个五吨船，吼，会使五个军力，啊，英国会使五个军力，相对于日本会使三个尔，是，那超过三个，你要毁掉，吼，就是讲规定，因这三国的军力的五三了，就是讲保持迄啰，差不多啦，唔通讲一个足悬的，一个足低的安尼，不是有规定，确实规定，你吨数，还是讲你军队人数，啥物？哦，啊，有一个比如是553，嗯，啊，当然是日本的谈判，日本这边是讲，啊，那555，你能够合作，十我把它输你啊，你讲553我来使，哦，日本绝对唔同意，嗯，唔同意的瞬间吼，就谈判破裂啦，嗯，谈判破裂，后面就给日本制裁，制裁，第一来是制裁石油啦。就这些，日本一滴石油都没有啊！日本一滴石油都没有，所以后面个日本制裁石油，这个印度就太平，印度日本讲啊，这安尼非法不可啊！对啊，石油你动起来都未医治啦。其实这个太平洋战争的可能直接原因啦，啊，这個、原因是为啊，在阮当然是了解是为安尼来，为安尼来。啊，所以这太平洋战争一爆发了后，对吼，哦，爆发了后，阮过不了三年吼，迄日12月25，十二月七八，日本宣战，日本宣战，攻进入港，哦，迄日安怎样？嗯，我过不了三年，过不了三年，我连学校拢无读册，爱做阿弥空时。不是啊，那不可惜嘛！日本大洋，你讲你讲怕美国嘞？嗯，是块老鼠哦。嗯，比那船轻去。嗯，啊，那跟美国相台嘞？嗯，啊，美国就是大国啊，那跟美国相台。因为洋枪洋炮呢。哈哈，咱跟美国相台。因为武力这么强呢。规日吼，还日本老鼠对吗？惊到要死。都是办公，不是惊到要死，办公厅啊，那会议对啦。哎，做要求嘞。规日都无读册啦。嗯。安尼了，过当年就十月七八啊，下面就过年啊。过当年几个月，才三四个月了了。哦，势如破竹，日本势如破竹。嗯。一家骨啊，就新加坡含了；一家骨啊，就香港含了；马尼拉含了，什么含了，都不能算呀。我大家就足欢喜啊。啊，只是了，做新加坡哦。嗯。新加坡合作是马来西亚合作的对啦，马来西亚合作，和马来西亚去哦，日本占领去的时候，阮一人吼，搬一个西球啦，什么叫西球？西球了，迄个，田尼斯的球啦，网球啦，啊，不只网球，我咧正出世，慢慢看到迄个球咧，恭祝一个，庆祝一个就对啦，日本无球力啊。嗯，啊，迄树林才有啊，啊，就是去共占领了后，共树林球共摕来吼，摕来分互阮啦，阮大家欢喜啊，即个买一条细球，有遐尼就对啦，啊，但所以讲战争嘛是安尼，遐物理由有诶无诶哦，哦，就是四个国家都无理由啦，也才有理由啦，历史也人写啦，哦，啊，你国家只是讲，你敢知？迄阵啊，吼，轴心国对嘛？轴心国就是对甲美国对敌啊，甲英美对敌的迄国家就轴心国。轴心国内底有一国，你敢知？就是讲啥？什么国？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怎敢有强？中华民国是轴心国咧。你中华民国是独民国啊？哦，伊甲美国同盟啊，伊是可能是土地较宽，啊人较济啊，关系吧。但是在历史上的记录是这个中华民国原来轴心国嘞。哦，事实中华民国南京政府，是轴心国，我日本的啦。伊是轴心国啦。伊轴心国啦。
啊，中华民国的重庆政府，哎，伊是同盟国啦。哦，因都已经迄阵啊，什么轴心国一分为二，化作两边的轴心啦。唔是一个轴心国，一个同盟国啦。嗯，一个瓦同盟国啊。嗯，啊，你瓦同盟国赢。嗯。啊，轴心国都对。啊，那比如讲迄阵啊，日本赢。嘿。轴心国来赢。哈哈。啊，对。南京政府。都换伊臭烟啊。都换伊讲。另外一个理由就对啦，嗯嗯，哦，所以这讲起即卖历史家话头先看到方真真实实啦，啊，真真假假啦，对，哦，无在迄度。啊，阮迄阵啊，即卖也是讲做半大人去啦，对吼。嗯。对日本人诶，小台赢哦，欢喜哦，啥物啊？但即卖个新闻头出去哦，嗯，哦，迄个战争吼，人类敢若笑诶啦，嗯，敢若笑，迄个战争隆重吼。嗯，死要到八千人啊，八千万人。八千万人。四年的战争啊。嘿嘿，八千万。全世界死八千万人去啊。哦，含迄个英国、法国、德国，对对，加这个波兰哈，加苏联，加中国。无迄唔啦咧，这全世界去攻击小台阶，歪伊呢。嗯嗯嗯。唔是这几国的呢？嘿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拢都说国家啊，内底上深色的哦。嗯，有两个国家，嗯，有两个国家，一个国家中国，嗯，中国一半瓦轴心国，一半瓦同盟国，哎，啊，搁一个国菲律宾，嗯，菲律宾嘛是轴心国，嗯，嘛是轴心国，嗯，菲律宾嘛是一部分是轴心国，瓦日本哦，啊，一部分是因为菲律宾当时是美国的领土啊，美国是民地啊，所以当然瓦美国啊，哦。就是政府军瓦美国，菲律宾的独立军，菲律宾人瓦日本，瓦日本，啊后来日本输啊，所以这输去啊，菲律宾独立国，就有这两国啦，吼，有这两国去啦，当开始啦，瓦日本的是越南啦，泰国啦，啊。缅甸啦，缅甸讲中立吧吼，但是事实。啊，以前那韩国扮演什么角色？韩国日本啦。嗯，韩国是日本在嘞，韩国跟台湾同款啊。嗯，是伊的殖民地。是日本国。好殖民，好殖民。哎，是日本，属于日本国啊。伊在无分南北韩嘛吼？无啊，南北韩先了。哦。是日本投降了。战争前就是日本的殖民地。日本，伊都殖民地嘛，伊两国合的。嗯嗯。伊是两国合起来，咪跟台湾互伊，袂互伊安尼就无夹个。伊是韩国，第一大就对啦，啊，咱是互伊管的。韩国两国合起来合作一个日本人啊咧，嗯，所以日本时代是对韩国人征兵制，嗯，有甲韩国征兵，无甲台湾征兵，嗯，无甲台湾啊，嘿，台湾人去做日本兵的是，是买机啊，就买才有征兵，啊，头啊是拢用志愿的，对，志愿兵，哦，伊讲起这。也无迄落啦。我都看到迄个相片啊，啊，都有一个一口罩人来要去拍一个人心大拍咧，啊，都足侪人。迄个都会倒来吧，继续诶。嘿啊，都来啊，伫遐翕相，都志愿啊，都写一挂迄落日本字啊咧。哦，志愿兵。那是志愿，那当然是志愿啦。因为咱即摆讲诶吼，是日本政府对台湾人，一直到五十年个战争诶时，也是对台湾人无十分信任啦。对，五十分信任大。啊，拢送去南洋啊，对无？嘿，唔是迄落啦。啊，就小台拢是南洋，南洋送南洋，我送不到。哦。从咱台湾啦。菲律宾哦。拢送去南洋。迄个战争，菲律宾嗯死三十万人啊。哈。迄个战争，马尼拉嗯嗯，菲律宾死三十万人。哈。啊，就迄个历史大战，大人死偌济人？嘿。因为这个中国政府来，中国政府里面讲。啊，这都也不是我的战争，也不是你要挖日本活该，你死了活该吧。嗯，可能是安尼喜欢啦。事实上，历史大战台湾人，嗯，损失偌济人吼，嗯，无确实的记录啦，无确实的记录啦。好，啊，有的人就讲偌济拄偌济，反正我较知影的就是啊，这个二二八事件、甲清乡活动、这白色恐怖这段时间，台湾人死上济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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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都爱改朝换代了，即马无改朝换代，即马同款了，搁国民党伫遐在投。袂，了早就创袂落啦，你袂换落啦。讲几条啊？讲伫遐规，讲规厝经，我迄天听迄个国栋大哥讲的，伊讲迄个地下室遐、陈文成的遐、迄一挂迄落资料拢淹水淹了了去，啊，搁有淡薄啊，搁伫咧，啊，所以讲这个上尾站的，就还搁都废袂到差不多，啊，若前站迄可能还搁。会袂较济安尼，啊，咱今讲啊只唔，吼好安尼吼，啊，咱后礼拜同款哦，咱拜五啊，甲五官阁共同来去者。咱台湾哦，你看战争的时阵，咱扮演的迄个角色，其实讲起来，咱人工吼，咱来讲，离厝从战后，咱台湾人扮演的这个角色，为环境、为人文、为地理、为遮种种吼，啊文化安尼，咱来看这个展面安尼啦吼，啊，行到遮就好，感谢各位。